韩良义的书好饿哦。我可是市井观察员，清冰箱专家。小时候咬珍珠把偏食给戒了，从那一刻开始我的胃口大开。天哪，我错过了人间美味这么多年。吃了世界各地的 cheesecake， 最好吃的是在德州。想知道是什么滋味吗？看韩良义的名人厨房啊，不对，是名人书房。